逛了一天了，该去吃饭了。北京最有特色的是什么？涮羊肉。烤鸭。你怎么老想羊呢？那我们现在去探索一下北京胡同吧。我们去胡同里看，找找好吃的饭店。这就是胡同啊，这胡同有点高啊。这不算，这个是山寨版的。后面给我们配一个那个音乐，叱咤风雨喽。叱咤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我绝。万一有路人问我们是谁，我们说我们是谁？我们说我们是，龙门三子。怎么样才能加入龙门？天天聚会，天天嗨。你得让我们创始人认可。哦、好干净了。真的四合院的话，北京啊，这是北京，欢迎你。我们宣传一下文化。北京的老大爷就是这么的热情，对，就是这么的热情。桃叶尖上结，柳叶就折满了贴。这个是文明用词。在西北之名阿公，你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这是一个故事，整体的就是一条线儿。凄惨的爱情。凄惨的爱情故事。小时候我们那个。沈阳其实也有这种小胡同，但是不是像这种门上有这么多瓦的。这樱桃怎么卖的？收一斤。然后买一斤。来，十五。你多少？嗯，行，可以。没事，姐。不洗洗吗？哪那么事儿？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你吃吧，我不吃啊。这种就不是咱们平常吃这种什么超市里卖的什么车厘子啊，这种就是大樱桃。就是樱桃。这是北京吗？哎哎，看。哇。很美。自从我搬到北京之后，你没感觉北京天气都好了吗？是的呢。给自己一个，哇塞，好大呀！哎呀，我觉得挺酷的，而且蛮潮的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今天我们仨打扮完全不一样。他是属于学生运动装，他是嘻哈装，还是嘻哈黑哈？我是牛仔萨。我们今天就去他家吃，好不好？哇，好漂亮！走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龙。现在来了一个非常烦人，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。左边可爱的是鹏鹏，右边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竹柳林。那今天是我们龙门聚会，你干嘛来了？蹭饭。大家又一起团建了。嗯，这是我每天的日常。对，每天的日常。鹏鹏来，鹏鹏耍帅就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竹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用介绍，大家都认识。他出营每天都在减肥，每天都在减肥。来，往笑一下，往回缩一下。看，这就是减肥的证明。你看他这个苹果肌，就是出来之后又非常丰满了很多。他老约我吃饭，我没有，这肥就减不下来。我刚到北京一个月。虽然我不是北京人，但是我在北京待了差不多三年。三年还没出来。我的是出来了，还在那卷，才来的北京。我也是半年。那我跟你不一样，就是我太努力了。努力还没出来。我前半一涵，你在北京待了多久？啊，我刚来，我十八年吧。可以可以。阿姨，给我三胞胎。啊！你在侮辱我阿姨？我怎么能跟这个肥头大耳长得像呢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别给我扯。我吃不下去了。来，咱玩抢数字吧，咱玩抢数字吧。我叫小骨头。小骨头啊，我叫小宝贝。哎呀，那我叫一盘牛肉。我叫撒尿牛丸。我叫贡菜。贡菜，那我叫肥肠螺丝粉。你确实挺肥的。开始吧。一，八，贡菜。肉凤凰飞，肉凤凰飞，肉凤凰飞，蓝凤凰飞，蓝凤凰飞，蓝。看准了。蓝货，蓝货。灰凤凰飞，灰凤凰飞，灰凤凰飞完，粉红凤凰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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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玩？我就觉得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词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内心就害怕，他觉得我假，但事实上真的，你要是上了那么一个怎么那样舞台，你就会一辈子怎么说，你就是记得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可能需要给自己一些什么规划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就可能活得比较累。也蛮焦虑的，你有你的工作，我有我的工作，大家其实是在一个圈子内去工作去生活的，所以说来到北京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团建，就是特别能让我开心的点，就是大家能在一起说说笑笑，怎么说，无论你今天成功与否或者失败与否，就一顿饭其实能解决的事情很多，也会把你整个人的心情就是非常开心。龙门 YYDS 小红书。